saya ucapkan kepada pengerusi majlis yang saya muliakan, yang bernama saudara Rafizi Lamli, Wira Negara Malaysia. Wakil rakyat dari Teluk Intan, saudara Terence Naidu, calon bagi Masih Berdama. Seluruh pimpinan Pakatan Harapan, rakan-rakan seperjuangan, belia gelar, time gelar, sekedelah-sekedelih. Robert Nandri Pakatan Harapan, Atrigo, Nan Indian gelar, lumpen-lumpen, kutali, Timbami Sugo, Nyara Lombau, Timbo On,
大家知道每個政黨一定有黨選的嘛，係咪？火箭黨都可以選嘅，三年選一擺。哦，馬華都可以選嘅，蚊精都可以選嘅。但係毛統已經冇五年冇選舉喎。佢嘅如果你照法律行，原本毛統三年可以選舉嘅。如果行法律嘅最多延遲一年半，四年半一定可以選。但係到今日，毛統阿接哥做咗主席之後，已經五年冇選舉。 佢仲諗住毛統係佢老豆嘅財產，唔使選做皇帝，所以而家佢毛統嘅黨員各會一解散，全部走出嚟。尋日由今日早上就可以法定要求吉隆坡法定宣判毛統係非法政黨，唔可以用青蛇選。大家自己諗。所以到今時今日，毛統嘅候選人到今晚。 敢宣布，全部響嗰度，把撚攞住，我懟冧阿接哥。嗰日我哋拜一，宣布小弟響安順呢度，希望俾機會同大家服務。哇！我一嚟，我覺得好歡喜啊！點解我覺得好歡喜之母？因為我帶到好多歡樂今宵俾大家。我知道啦，聽到阿危可晚愛嚟安順，我安順嘅鄉親父老晚晚都有免費親食。 又有免費眼鏡攞，又有免費嘅呢個麥攞，係咪？又有咗撐雲抽獎，總之話之佢咁多，飯照食，係咪？錢照攞，眼鏡照戴，總之投票嘅時候，全部用頭眼睛，冇做蒙豬眼，冇做有眼無珠，總之一粒眼睛睇公公，投俾佢俾谷陣攬就啱啦！好簡單嘅道理嘛～ 佢走咗我哋五年，即係可能過年可能即係自高杯，自己時可能隔夜累，疏疏涼涼，即係喪嘛，是不？啊，但是一波多啊，各店波多是不？我諗即係自高杯正喪啊，亞洲啊，為了自高杯過貴過九號，差唔多咯，要有痛苦五年，賣勤拖五年，賣勤拖係喪，就是話正呼，好不好？而拜大分，我講到事實上是很簡單。 呢個就好似而家馬來西亞一間有限公司，我哋全部都係股東。話知你幾多歲，你都係股東。每個人一股，冇大股東、細股東㗎，人人平等㗎。每個人都係股東。而家我哋股東大會就五月九號開啦。阿接哥係邊個？阿接哥係我哋請翻嚟嘅經理，幫我哋管理呢間公司，係咪？但係邊度知道我哋請到呢個經理係弊家仔嚟㗎喎？ 呢個二世做一雙台，係咪？就係咪？日日就同阿窿借咯，借到係我哋公司年年都蝕底，年年都唔夠錢用，啊，仲愛裁員添。咁我哋做位股東嘅，如果經理管理得好，咪咁樣一定可以請翻佢繼續做啦，係咪？啊，如果管理到我哋呢間公司年年賺大錢，年年有花紅，年年有股息，好似我哋大中銀行嗰個單司呢張紅標地紅標咁樣。 咁樣就靚啊！如果你一九七十年買到嗰個大總銀行嘅股票啊，你買1000股，今日你知道可以值得幾多呢？冇1000蚊，而家可以賣169萬，爽冇靚冇。如果我哋國家俾國陣管到咁樣，好似新加坡咁樣，應該支持佢，係咪？冇理由換政府嘛。但係事實上唔係喎，呢個經理係咪唔止搞到我哋年年蝕本喎？ 做到阿碌姐好多女啊，叫我哋股東幫佢俾喎。嗱，而家啦，佢啲叫我哋呢間公司俾佢爭嘢嚟幾多呢？老馬呢個之前嘅經理走嘅時候，我哋爭人哋5000億，俾呢個阿接哥做9年啫。而家爭人哋9000億，9000億我哋股東每個人可以分啊，每個人可以幫佢俾30幾千啊，都唔俾車，啊俾你500蚊一。 10蚊啊！攞嗰個prima啊，500、1000，哇！大家好歡喜，老豆叫咩名都唔記得咯。大家有冇諗到？佢抽你紙係啲妹個妹人都抽啊！啊，同你攞10蚊，俾翻你1蚊，你仲講佢啲乜格式？啲乜格式？佢話當我哋蒙豬眼，你同佢講我哋唔係嘟嚕嚟嘅，冇咁容易呃嘅，係咪？俾佢呃個60年都唔醒咩？無理要嘛，立即呢一個回車。 只不，咁啊！嗱，你話點樣？呢個經理係咪？
搞到而家馬來西亞已經年年二十年，未見年年年財政赤字，前仆後拥，入不敷出。現在是國債如山，債如債，了子孫，禍延後代。9000多億叫我都幫他幾喎，佢借呢佢會爽喎，佢抵埋肥婆買鑽石，我哋幫佢埋單，我哋有咁蠢冇啊？係咪啊？佢而家呢個經理同阿窿姐，我哋俾已經好痛苦咗。 而家呢個經理啊，仲偷埋我哋嘅女啊，係咪？26億公司嘅錢，佢就擠袋裏面。我問大家啦，如果你喺一間公司請到咁樣嘅經理，係咪？佢而家仲同你要求加薪喎，係咪？仲要求俾佢個5年喎，利愛俾啊！而家佢偷26億，你都仲俾佢機會？呢排俾多佢上台，唔偷你260億，佢都唔算啦，係咪？ 所以呢排我哋嘅股東大會就係5月9號，5月9號馬來西亞人去做一件事，就係我哋嘅換經理換人做，好冇？我哋呢個經理啊，佢旁邊有一個副經理嘅，嗰個副經理就係我嘅好朋友，我好朋友我阿強哥馬少強，馬少強係副經理，成日抱住嗰個經理嘅大髀，係咪？我拜一。 林冠英同馬爹阿孫報小弟愛嚟安神幫大家服務啊！哇！馬少強馬上打電話叫佢大佬嚟咯，哇！佢大佬嗰只雞埋嚟咯，係咪？有睇到魔鬼啊！哇！佢嚟咗個咩嘢業務啊？我哋全場用最熱烈嘅掌聲歡迎軍城首席部長林冠英。 Sudah 60 tahun, Ani. Ama, ini kali lagi undi BN kasu gila. Sabre gila. Pemberi pun kali gila. Tapi jika undi pakai harapan, kasu hidu. Sabre hidu. Pemberi pun kali hidu. Boleh faham? Tak mau GSI, undi pakai harapan. Tak mau skandal 1MDB, undi pakai harapan. Tak mau bayar to. Undi Pakatan Harapan, tak mau Najib, undi Pakatan Harapan, tak mau Rosma, undi Pakatan Harapan. Pilihan dalam tangan anda, kuasa dalam tangan rakyat. Inilah masa negara ini milik kita. Kita harus bertanya kepada tepuk dada tanya selera. Jika bukan kita, siapa lagi? Jika bukan sekarang, bila lagi? 9 hari bulan Mei, jom yuk balik undi. Tukar, ubah, hancurkan kleptokrasi. Subuhkan demokrasi. Kau yang saya cakap, saya mau tahu sih, kau. Kita 5月 9号 jauhai Malaysia Kutong Daihui. Ni mau kira yang di, mau balik tau piu, ha? Ni pahit mui ya piu tu hau jong yu. 安順一定可以贏翻，淨可以換政府。今晚我係宣佈幾件事。國陣特登為難我哋，選呢個閉心嚟投票，就希望咧我哋嘅仔仔女女，你問啦，如果政府好，點解你嘅兄弟、點解你嘅仔、你嘅女、你嘅侄女、侄仔，全部可以走去吉隆坡、新加坡做工？點解安順揾到食？大家自己諗，如果真嘅政府好。 点解我哋一家人全部喺离乡背井，全部要离乡背井，到处离家都为了生活，回家投票是为了救国，所以要记得5月9号。
串政府，叫所有的乡亲父老、所有的兄弟姐妹总动员回来安顺，写历史，创奇迹，好吗？站要寻白山投票，香港白山投票，人民全部翻嚟白山投票，拜谢换政府，我哋宣布拜谢分两人，全马来西亚放大家，大家可以留翻安顺庆祝母亲节，因为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有冇？母亲系好重要嘅，啱啱好翻嚟投票，怼冧国阵。阿妹咧，啊，阿妹咧就可以庆祝母亲节，呢、这个第一件舒服。第二，五月九号换政府，我哋安顺全部嘅乡亲父老，尤其系巴美新村嘅兄弟姐妹，听好嚟。下個十八日過後換政府，明年小弟嚟安順，每個全北德州嘅新村每人一，香港歌手黨一人有一個夢想，我哋就一人有一張永久地契送俾大家，好冇？國陣唔緊做，做唔到嘅嘢我哋做俾你睇。第三件事，第三件。五月九号换政府，一百日里面，林冠英会宣布废除消费税，六巴仙唔使俾。而家马来西亚人实在痛苦，你睇啦，买件衫又六巴仙等等，买件裤又六巴仙，买眼镜又六巴仙，系咪？买嗰个啊，使乜而你话买嗰个003都可以抽六巴仙。而家行清係咪？去買嗰個元寶蠟燭啊，都可以俾六巴仙。阿妹香咗之後啊，買棺材啊，棺材板都可以俾六巴仙。死都唔放過我哋，係咪？渣到你渣都冇得剩，咁樣你仲講好人喎？咁樣仲講我哋好？邊個投票支持嘅？邊個投票支持消費税嘅？我老友馬少強咯，阿強哥咯。佢點解投票支持？因為佢嘅舌頭阿接哥嘛。喂，大佬睇到馬少強淨係睇咁樣啫，佢咩都唔敢做啦，唔嘢都唔敢嘢一聲。所以而家我哋唔係對嚇，唔係講啊，同馬少強有咩關係？唔係呢排大選，我哋股東大會係換經理，唔關馬少強嘅事，係咪？話知佢換咗政府，而家馬少強做得事，我都係歡迎佢參加火箭黨，啱冇？我而家唔得嘛，佢舌頭咁樣邊可以？好人入錯黨，好似嗰個馬華總會長砌 CD 咁樣舊擺啊，係咪好忙啊？上錯床入錯房咁樣，邊度得嘅？唔可以噶嘛，所以係咪？阿啲馬超強咁樣佢入咗國陣，同埋阿哲哥攞 back 唔啱嘅，我哋俾佢一個機會放下屠刀，力敵勝服啊！所以有換咗政府，我哋要求馬超強邀請佢參加火箭黨，好人做好事，好冇？得噶啦，民主國家係咪？啊，冇再翻阿哲哥狼狽為奸唔得嘅。你都知道阿哲哥陰執事做得多咯，你仲企住嗰度咩好人哦咁樣得嘅，好人都做好事，參加好嘅黨嘛，係咪？啱唔啱？第三件宣布：第一公家啱冇，第二新村永久地契，第三就係消費税廢除，第四件聽好嚟，我哋安順愛起嗰個西岸歐大道啱冇。但係你冇歡喜得太早啊！馬少強今日有影報紙係咪？哇！好大張啊！嗰個 highway 嚟咯 ，highway 嚟咯，嗰個 highway 一陣就 be slow 嘅啊？點解係收女㗎？唔係免費㗎，大佬。呢條 highway 係咪？我已經查過啊！我會國會查過安順呢條 highway 係馬來西亞歷史上收費啊最長嘅時間啊！南北大道收30年，呢條大道愛收幾多年？你知冇？而愛收啊，60年啊！
我今年46歲，而家佢收63年，我收我俾到106歲都仲未俾曬啊！我嗰陣時已經喺富貴山莊報名咯，係咪？資料落眼咧，第二墮屌咧話呢個free啊，係少累啊，林振呢啊，馬少強有咩聲冇？佢都冇同你講啦，只我就係講古人講嘅，俾你一粒糖，你就輸埋成間廠。 但係，希望嚟啦，希望嚟啦！5月9號換政府，我哋已經通過林冠英會宣布嗰陣時，我哋就收購大道，我俾大家免費大道享安順，好冇？我諗學國電立習年，接翻學會字啊，即刻冷硬過你做。 做政府，我话能做好多苦啊，做会好，都支持，做会好，会使换，会使换，干冇？但是如果我只拜接到嘅父母，我讲我谂未做未使嘛，不公平嘛，对吗，先生小姐？至少给一次机会5年嘛，对不对？让我们做给你看，让你捧捧声爽一下嘛，对吗？ 我们要废除大刀收费，已经在我们的大选宣言里面，呢个系第4条。第5条，好消息嚟咯！啊，全部姐姐妹妹睇过嚟，啊，做老公嘅老婆嘅全部睇过嚟啊！5月9號换政府，我哋安接立家庭主妇公积金，全世界唯一嘅家庭主妇响屋企凑仔，政府俾你，每一年600蚊。 5年一屆大選，我屋企抽仔，我哋俾你3000萬。呢個係叫家庭主婦公積金，每一年600蚊，而家冰冰城都已經開始俾咯。所以我哋唔係喺呢度同你吹水啊，已經做緊噶，但係冰城係喺好少嘅好細嘅州，佢嘅收入冇咁多，所以佢俾唔到600蚊啊。 系咪？第已经开始俾你自己谂啊！全世界有边个政府屋企凑仔都有钱收？马大虎，你揾一个俾我睇，屋企凑仔都有钱收啊！你老公唔出粮俾你，我想讲挨好晚出粮俾你。每一年600蚊，已经做咗噶，国阵冇俾，我哋俾你，大家。我们给大家家庭主妇，因为我们珍惜，我们重视。 妇女对家庭的贡献，所以我们决定设立全世界史无前例的家庭主妇公积金，每年600，一直给到你去富贵山庄为止。好冇？收唔收？爱唔爱？爱就爱咩嘢啊？5月9號股东大会记得换经理啊！嗰个经理又换啊，冇换嗰个咩电视机啊？ 呢個係大5條，第6又有啦啊！俾咗家庭主婦係咪？仲有哦，好多人，我哋知道嘛。我哋人哋講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財富，但係我哋年紀大咗，有啲有啊糖尿病啊，啊呢、這個血糖高啊，啊膽固醇高啊，係咪？去睇醫生好貴啊，而家係咪？唔使驚，好似我哋雪蘭和賓城咁樣。 5月9號換政府，明年我嚟安順係咪？啊，做部長俾大家每個家庭一人一張免費嘅醫藥卡送俾大家做利物，好冇？嗰陣時咪，你去睇醫生好巴閉㗎，唔使攞攣㗎喎，攞張卡去就得㗎啦，係咪啊？你嗰度冇病都揸病啦。 食睇下之後，咪皮膚靚啲噶嘛，紅紅白白，好似劉德華咁咩啊？啊，每個人啊，而家賓城都俾啦，每個家庭300蚊一張吉，雪蘭俄州啊，佢州大啲，錢多啲，係咪？嗯，就俾700蚊，5年就3500蚊免費醫藥卡。我哋講嘅全部啊，響我哋做政府嘅地方，我哋有 free 嘅巴士。 有 free 嘅 WiFi， 有 free 嘅医药卡，有 free 嘅免费水，仲有 free 嘅门牌西，同人身穿马拉脚布，唔使俾门牌西。我哋巴美嘅兄弟姐妹。
是时候改变啊！冇攞啲而家两蚊嘅，哦，你都佢带多啲嘅，俾个遮面物啦，俾人哋俾你两蚊嘅眼镜，你就变到蒙猪眼唔得嘅。开头佢俾你眼镜就系叫你系咪睇清楚啲，嗰副系老千嚟嘅，所以冇头老千系换政府换经理，记得冇？好唔好？仲有啊，我哋咧换咗政府，仲有啊，最重要系咩嘢？国家嘅呢个体制要改革。头先讲嘅系俾人民嘅福利，但是最重要的是整个国家体制的改革。五月九号换政府，将来首相任期不可以超过两届，两届向美国总统、印尼总统看齐，两届就一定要下台，选贤与能。第二，我们要改革国家体制。现在马来西亚最大的问题，除了通货膨胀、市场萎靡，最重要的就是要铲贪倡廉，扑灭贪污。为了让反贪污委员会好像香港的廉政公署一样，香港有一个叫 ICAC， 马来西亚这个叫 ICBC。 所以为什么 ICBC？ 因为这个反贪污委员会它是 under 首相的，首相贪污它不敢拉的，因为它是石头来的。但是我们下个月换政府，我们改了，反贪污委员会不再是under 我哋嘅首相，系 under 嘅马来西亚嘅国会，爱委任反贪污委员会主席，爱通过国会，爱乜嘢全部爱通过国会，反贪会全面独立，要将与大白鲨统统抓起来。大四，下次我哋做咗部长同埋首相，冯三好似林冠英咁样，每五年。任期开始，任期结束，都一定要向人民公开财产，确保国家的钱不会掉到私人的口袋，不会再像现在一样。现在一样，现在是怎么样？现在的国政政府是国库通党库，党库通底库，最后国家的钱转一圈，全部进入他们私人的体库。因为首相部长从来没有公布财产，没有人知道他们有多少钱，你只是看到肥婆一直买金金，一直买亮亮，这里五千万，那边一亿，你也不知道钱哪里来，大家都心里有数，但是就不知道，所以要让大家知道，国长就瓦基雷，我们就瓦雷基，这个就是我们不一样。大声，我们的这个制度改革，现在马来西亚我们的媒体，我们知道国家是三权分立，行政、司法、立法，国会、法庭跟这个政府是分开的，叫三权分立。但是三权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第四权，就是我们的报纸，我们的媒体朋友。今天我们的媒体朋友报道新闻好像走钢索一样，非常危险。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在180个国家里面排名排147名，比印尼还差，输给印尼，输给菲律宾，输给越南，输给缅甸，甚至输给柬埔寨。因为为什么？国政是守则天，劳控媒体，所以我们要求大家晚上不用看电视机。哦，阿内，南龙门南这个，南这个。谢谢我们的安顺的兄弟姐妹都是这么热情体贴，感谢王路毛吉雕，感谢路马仔被西北搞烂啊！4896开头奖啊！恭喜恭喜，我不是多讲多讲已经平了，我是话啊，各位，我告诉大家，除了因为我们要让马来西亚除了三权分立，要提倡新闻自由，这样我们要进到立法禁止所有政党不可以控制报章，马华不可以控制 The Star， 不可以控制新州政报、南洋商报，所有媒体必须全面独立，还我新闻自由，报道人民真相。国家重新出发，重新开始，好不好？这些种种制度改革，还有我刚才宣布的种种人民福利，家庭妇女啊，公积金啊，南北大道废除收费啊，哦，这个废除消费税，免费医药卡，免费水，有新村永久地契，所有的福利只是等18天。大家其实任务很简单，就是很简单啫，你哋打电话而家
嗌埋我哋全部兄弟姐妹，今日讲到底部都塞埋。同大家讲，剩翻十分日，最重要两件事。第一，我今日早上好高兴，点解？我哋安顺嘅做生意嘅商家已经醒过嚟啦。佢打电话同我讲：，何康敏，我哋知道国家有难，每个人都有责任。我哋依一班做生意嘅。 唔方便出面，但系我哋呢啲筹到一笔堆，俾啊俾支会见麦朵七堂巴士先加坡吉隆坡翻嚟嘅飞，全部可以叫全部人翻嚟。一阵边个去报名嘅，免费送你吉隆坡、新加坡全部免费，再你哋翻嚟安顺食猪肠粉。我希望除咗呢七堂巴士，仲有更加多商家，你唔方便出面冇相干，搵嗰个 Darren Daidu 就得噶啦。 总之，全部俾巴士公司载人翻嚟投票，呢个好重要。佢哋唔翻嚟投票，小弟就一定屙呢急底噶啦。第二，记得啊，千祈啊，小弟喺呢度拜你，多谢，千祈唔好赌啊。呢几日喺安顺行，我好惊喎。哇，有啲人讲话，你咁样搵下年翻啲钱比较私了啦，安住啊，我冇呢啊，但系咧，我知道边个有钱喎。 佢哋有財團喺後邊攞幾百萬出嚟，你每個人你老公買咗1000蚊，1000蚊，1000蚊，你為咗贏嗰個1000蚊，每個人就哎，未使豆可以，佢明啲咯，哇，廿六廿六，接拜小弟就斜插了，哇，到西歐那拉只格嘢，對佢借份中翻數了。因為我看到報紙啊，有幾新都報說，哇，現在安順哦，賭盤全國對峙啊！ 都讲送我啲翻去安顺，真系真系很爽哦！全马来西亚的人都在看安顺哦，我们安顺人好像很久没有这样爽了哦，啊，还红过不给冰蛋啊，对不对？现在不给冰蛋，谁要吹哦？全部都来我们安顺啊！都讲送我，但是路郎送你送哦，卖荷花丝也在不？求求你可以吗？卖荷花丝也在不？如果你认同，拍一下手好吗？ 我们要赌哈、哦，你要赌可以，我带你去太平赌下雨。啊，那个无伤大雅，无罗罪，无罗罪，无代志嘛。你要赌也可以，但是千万不要赌大选。大选是关系到我们国家自己的下一代，这个是我们60年唯一的一次机会。这一次不要赔上了下一代的命运，不要赔上了自己孩子的前途。 能不能改朝换代，就是看5月9号，这个是第二件事情，千万不要赌。第三，我们希望各位这一次的大选，安顺的人民已经成为全国的焦点。我希望能够在安顺来一场君子之争，我希望能够邀请马秀强先生，在同样3名族中，3名华小都可以。 我们来一场政策对政策，马来西亚为什么应该换政府的这一个全国焦点辩论比赛，好不好？我愿意邀请他1对1，因为我们选的是国会议员，不是选看水沟的市议员。我们现在选的是国会议员。 国会议员就是能够进国会里面，敢怒敢言，不凭证明，给赶出来也不绝所无怨无悔的这样的国会议员，对不对？我希望，其实本来今天大家可以坐得更舒服的，我们原本已经租了3名华小的礼堂，钱也给了，可是校长打电话好像要哭这样跟我们讲，哎呦不可以了，未必现在华他们哦规避我们哦。 如果你们要租这个礼堂啊，租3名华小，可以啦。但是哦，你们这300多座的人哦，只可以吃，不可以讲。会晒脚，会晒光，会晒脚，会晒光。我不是太平的动物园的猴子哦，猴子嘛，谁人谁猪呢？隔壁都现在讲，系咪？佢哋现在讲，唔得噶嘛，我哋系民主个国家，哦，演讲系人民人权嚟噶嘛，系咪？ 所以没办法咯，我们又被逼要花8000块租这个礼堂，可是礼堂又不够大哦，只
到我们买票的兄弟姐妹，有的要被逼坐在礼堂里面，我们真的感到很抱歉，真的感到很不好意思。但是没办法，他们做政府硬硬打压，硬硬玩臭。但是我相信六个字：公道自在人心，人间还有正义。公道自在人心，人间还有正义。只要我们相信正义不死，正义有时候会迟到，但是它一定会到。什么时候到？人家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什么时候到？五月九，换政府。所以各位，我下台之前，我的秘书长要求我，现在每一个晚上都要唱主题曲。我们今天就把这个5000人的场面变成安顺已经成为名了，变成一个街头的演唱会。我们大家一起唱我们的主题曲，我们换政府就在5月9，好不好？好简单的，我唱一排，大家跟住嚟就啱噶啦。好，1、2、3，我们换政府，我们换政府，就在5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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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lam bahasa yang pun lagi senang，我们重庆不秀败衰的逃回南京。啊，不是 GST， 啊，不是 GST， 我的哈拉巴。啊，不是 GST， 啊，不是 GST， 我的哈拉巴。过来，三、二、一，第一个，今天来公布新年礼哈。Jika jumpa suami istri girlfriend boyfriend sebelum tidur mesti nyanyi. Kalau nyanyi jangan tidur. Sayang boleh ingat ya. Jumpa tai do lu lu po ah gam man zai fan ji qi a tou yi gong ah. Wo men wan zhen fu, wo men wan zhen fu. Jiu zai wu ye jiu. Gam man a qi zuo ji hao zheng fan gao. Mo chong gong. An di mo bei le lu bu fan. Jiu ye qi suo chang zuo ji hao zheng bei fan gao. Ya zheng ge ya gui hua zha ma. Wo men 5 月9要换政府。来唱马来马来，ini kita lagu sekarang dalam bahasa kebangsaan. Hapus GST, hapus GST,